准备用它去收集一些植物的毒液。这种烧过的土就比较硬，用手把它捏碎或者是踩碎太费力了，把它敲碎然后放水把它和成泥巴。之前在水边，我烧火的地方用一层沙子做隔离带，但是这里可以生火的地方把它挖大一点，多出来的我就把它围在四周，做成一个简单的隔离带。这个就是一个火塘。我今天刚好在床的下面，如果我冷了就可以在下面添火，把火塘围起来以后，我再在旁边挖一个达克塔火坑，用达克塔火坑就可以比较方便的煮小汤饭。我从这方向放柴，柴火基本上就集中在这里了，中间就凹下去。再挖一个达克塔火坑。我准备做一些地钳插在庇护所的四周，这个是用来防御的，如果有大型动物过来就可能会踩到我的地钳。把这一头插到土里面，这一头把它削成了三棱状，下面是三棱的，上面的尖尖也是三棱的，这样杀伤力比较大。这个位置是往下钉的位置，把它钉到土里面以后，我再取一些毒汁涂到这个尖上面，
只要他们不靠近这个地方就没有问题。我准备在四周方便走动的地方都下上一些地钳，要把四周都插满，需要削很多这样的地钳。我先每天削一部分。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下面比较陡峭，然后两边也有很多的树丛，比较大型的中蜈一般不会从很陡峭的地方爬上来，所以这一面就不用插了。然后两边也有几棚缠在一起的树藤，这两个地方也不用插，只要插在其他的地方，这样也减少了很多的工作量了。这些竹签这样插起来看着很普通，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在这些尖的地方涂上一些有毒植物的汁液，那它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到这个位置它基本上是下不去了，如果体重比较大的动物基本上就伤口会比较深。如果再在上面放上一些叶子，那它就更不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木头，跟周围可以说是融合的非常好。如果再加上一些落叶的话，那它的隐蔽效果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准备在庇护所四周比较方便于行走的地方都插上这样的竹签，这样就可以防止大型动物袭击我了。安全，我现在必须考虑安全问题，这个是我目前最大的需求了。我做这些地钳陷阱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型动物来到的庇护所周围伤害我，但是为了避免有猎人或者是经常进山的山民来到的庇护所周围被陷阱误伤，我需要做一些这样的牵花插在陷阱的周围。这个就是附近有竹签陷阱的标志，这个是牵花。这样的牵花插的地方一般要比较明显，独立，然后四周比较空旷，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它主要是起到警示和预警的作用，告诉来这里的人附近有竹签陷阱，要小心或者是避开这个区域。这种预警装置在一定的范围内，它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它代表着什么。我看过一些电影，也看过一些资料，在美越战争的时候，那些游击队在丛林里面做的各种千奇百怪的陷阱，有的是一些简单的竹签，有的是一些生了锈的铁钉，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但是威力却非常的大，让美国士兵吃了不少的苦。虽然这个刀和刀把契合的已经挺好的了，但是这个树浆有一定的粘性，还要把它放到这个刀把里面，这样的话在砍动的时候刀把就不会晃动了。